这个桥呢，特别搭起来比较高一点，它下面的位置是让所有的汽油可以自由的通行走过去，不会受到人的干扰。寿命很长哎，比我们预期的长多了。一只企鹅平均可以活到30岁到35岁，而且他们每一年都会回到自己亲手建筑的家。桥下全部都是